各位锁匠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咱们锁业人新出的这个 S002 民用锁系列的独开工具，它针对有防火门了、电控门了上面的锁它都是可以开启的。有很多朋友可能说为什么它插不进去，首先咱们要看一下这个钥匙还有这个锁芯，知道吗？下面我就给大家说来拿这款固力的锁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。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正 S 槽的，图中也有这个说明。然后它这个工具就是说可以试开与这个形状的还有这个 S 槽的它都是可以开启的啊。咱们可以验证一下这个锁是好的。如果说钥匙不对的话，你这个工具是插不进去的，咱们这个工具知道吧？就是说如果它的 S 槽是反的或者是双槽的，它这个工具是插不进去的啊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开启，确保工具插到底最根部啊。我们它有两种齿位的分别啊，这个是分第二个，第一个硬的点不动，好，这时候锁就开启了。好。